有期待我朋友上空来保卫自家的家乡。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，它用在建筑上面，我们看一下。然后它们被集中在这个庙的后面，后面这个马路的那一边，怕日本人来报复，所以他用这种心态去对待这个事情。逃到这个龙潭，黄良胜呢，那个时候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都是在天地会，都是以满清护民，都是他们首领之间的统战。白狼抗日纪念碑后面很多兵马，那战士都在大堆上，然后有两个日本兵。就是竹竿上面找这个菜刀上去打战。那现在通过乙未战争，包括有公园这样子一个脉络，其实我们也重新去看了这段历史。那后面不是很多的高山啊，那就是刘铭传讲的叫做脚板山啊。乙未战争除了闽南客家，还有原住民。对决的时候，看谁先把对方拱下去。上，哎，你看吧，漂亮。这棵树一定是悠久的，27年，前种6。好，答对了。先有树五座，好，我们这有3座。